人类乳头病毒 DNA 或者是淋病的 DNA 要去做基因定序，是用这样采样到子宫颈去刷，然后再送到一个特殊保护 DNA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罐子。那这个等一下刷完之后，我会从这里折断再放进去，所以这个手绘不知啦，不便宜，1000多块嘛，不过很精准，那报告会比较晚。这要对准子宫颈，子宫颈不能消毒，这样的话就会输气准确。已经刷好了，你看亮亮的，就是子宫颈的黏液。我们要去做人类乳头病毒 HPV 或者是淋病或者其他的性病的 DNA 都可以用这样做。不过目前淋病性病只看淋病，那或者人类乳头病HPV。好，放进去。折断，折断，从哪里折断？应该是上面那个位置。这里。对。折断。哎，折断了。我本来是这样子，折断了，掉进去了。然后盖子盖好，盖子给我。很像 ERM， 我就放进去，只是说它这个不用 shaking， 不用摇。好了，这个就送去台北做基因实验室，在这里。好了。